首先由昆明总司令陈一凡颁奖给文艺、美术、剧艺和广播的第一工作人员。陈总司令接着在会中致辞说，希望空军文艺工作人员一方面结合各部队任务的特性，一方面适应现代文艺的趋向，积极拓展文艺领域，使文艺与战斗任务相结合，与官兵的需要相结合，并且使新文艺运动普遍而深入地在空军每一个单位生根发芽。